程跟做私人做的真的截然不同。你这个过程中，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其实一开始比较大的困难当然是那个契约管理，其实做设计的人是相对浪漫，对呀，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想到，哎，我要怎么弄什么，怎样，我就是去弄。但是有些时候发现，哎，不行，因为契约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，然后要怎么样进行等等。那如果你去抵触它，你就可能会被扣罚。是啊，而且可能你设计都必须要考量，不然你也可能会。对，那包括一些很专业的怎么设定材料规范，然后怎么确定它的工期能如期完成，这些的建造过程跟细部设计过程，其实都在我们以前单纯做一些住宅建筑的时候，其实相对少碰到。嗯嗯。所以这一类的推展跟执行，其实这五年我们进步很多了，进步我只能这么说。应该文书工作也是进步很多。文书当然是一件事情，但是就设计面来讲，其实成长也很大。